各位親愛的觀眾，大家晚上好。今晚我哋匯聚響一起咧，就係嚟到見證同埋參加魏佩儀老師傾情月韻君子康崇禮55周年嘅一個文藝晚會嘅專場嘅演出。我同大家嘅心情都一樣。我哋都非常之期待呢、這個老師嘅演出能夠帶俾我哋一個非常之精彩嘅一個難忘嘅晚上。咁黎佩儀老師佢從事粵曲事業已經有55年啦。由於佢擁有優厚嘅天賦條件，並得到咗許多名家大師嘅啟蒙同埋教導。加上佢嘅勤奮、好學、刻苦鑽研，同埋佢嘅嗰種博采眾長，為己人己用，經過幾十年嘅錘練，經過佢嘅一路嘅執著嘅追求，可以講幾十年如一日地去追求呢個粵劇粵曲嘅事業。終於咧，我哋各位觀眾朋友一齊倒數好唔好啊？好好，好，主禮嘉賓已經準備就緒啦，我哋一齊倒數三聲好嗎？三、二、一。就要開始啦！事不宜遲，我哋用熱烈嘅掌聲，有請黎佩儀老師以及中國戲劇梅花獎2度梅得主、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馮剛毅老師為我哋帶嚟呢一首《胭脂紅口故人來之馬玉郎》，掌聲有請。
Thank you.
我为你几大牺牲啊！究竟我对你唔似都还系唔好，你对我唔似啊！我唔该你谂下，问下你个良心啦，兰妹。真嘅都唔知，我几时会呃过你啊，五小姐？
难自一片，但愿问路。